男孩，我结婚了。又说咋的？呀！女儿突然要喊价，老汉心头像猫抓。东北女婿重庆爹，锅碗瓢盆分高下。欢迎收看《生活麻辣烫之嫁女儿抑郁症》。这串珠子啊，还是你妈送给我的。她说我退了休以后，一个人在屋头无聊，她就让我盘那个珠子。她说那个珠子啊，是越盘越亮。老汉，我结婚了。我就一直盘呐、盘呐、盘到现在，她都。你说咋子？哎呀，红梅儿，你要在？妈，幺儿冰桶出来呀、老二倒开水把红梅手烫了。啊？那可以嘛是？哎呀，快点快点，冰嘛冰嘛冰嘛！那个是，哎呀，天来恁个选选开水。哎妈，我来。哎，你不要摸，你摸了这冰块一下感冒了啷个整？威哥，你只晓心疼你的女儿，你把恁个选选开水，哎，烫了别红梅儿的手。肯定是老眼昏花了。我老眼昏花了，你晓不晓得我刚才听到你女儿说了个啥子啊？她说她要结婚了，我得慌着把她躺到去的。啊？结婚了啊？女儿，你咋子？你啷个能结婚了？你才23岁。再说了，你老二哪里舍得你恁个找嫁人嘛？好像你舍得一样。你说啥子？我没听到，大声点。没说啥子，我倒可以再等2年了，但是你们的外孙可能等不到个久。啊，怀孕了啊？你说啥子？你简直是的！哎呀，老的打了，怎么给我扔开老师？老实，哪个磨刀石？要不去咋子？人事不足，刀不半出。我再交代一下，公民有结婚的自由。他们是自愿的，我没拿枪逼到他。老三，你个手啷个回事啊？是被开水不小心烫了一下。死猪不怕开水烫。无奈何。老三，你那个肿脸皮包的照相也不好看了嘛。他那个得的腮腺炎。腮腺炎，要不然你腮腺炎好了再来嘛，好事不在急嘛。现在立刻马上。还是今天等了吧，要不然我这腮腺炎就白得了。来，老三，恭喜哈。谢谢啊。谢谢啊。刚才我四处给我朋友打电话，有个酒店的朋友，他说他们酒店下个月有对年轻人本来打算结婚的，但是不晓得啥子原因拉爆了，刚好我们卡位，下个月那个时间你们两个就把酒席办了。红梅儿，你给你爸爸妈妈说一声，来几个亲朋好友给我列个名单，我安排接机和住宿。我这个、你莫说，本来呀，我想莹莹要到你们屋头去办一场，但是考虑到莹莹现在身体的状况不适合长途坐车，等到娃儿一百天的时候你们再回去补办一场。老汉，其实我跟红梅两个不想办酒席，我跟你说嘛，现在办酒席啊都是三陪，陪吃陪喝还陪笑，一点意思都没得。红梅儿，你哪个想的？爸，
其实我和莹莹都是怕麻烦的人。停车。爸。爸，大家来抓起来。给我滚。老张，要不是你来接我的话，我身上没带钱，我坐车都没得钱的，我吃饭都没得钱的。所以我喊莹莹教你用那个手机钱包，哼，你都是不学，老了嘛要与时俱进噻。现在不是说学不学那个手机钱包的事情，我女儿刚扯了证。我就说你就不用管我了，嘿，他硬是不管我了。哎呀，我现在想起他管我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好享受啊。他让我不抽烟，我就把烟戒了；他让我不喝啤酒，我就喝老白干。那个我啷个不晓得嘛？可莹莹嘛，是我亲手接生的。个背时的红米诺啊，娶我女儿连个香板儿都不打一个，哎，那个结婚宴席，哎，他都不舍得办。你晓得那个结婚宴席是必要的交接手续的嘛？嘿，都是那个红米儿，嘿，还真把个人当成是婚礼的男主角。他错了，婚礼的女主角是新娘，那个没得拐的。婚礼的男主角不是他，是你这个老丈人。老张，你那句话说得我心坎上。哎，轻点轻点轻点，莫把别个闹心了。你硬是真的把助理当活的收了吗？来，干干干干，何时当谁做，哪个怕哪个，乌龟都怕枕头。伟哥，你看那个样子，我都想起了很多年以前的一个笑话。那个重庆啊，有个老秀才，他要嫁女儿，就在嫁女儿的当天晚上，他的心头一阵乱烦。嘿，别个都问他你烦啥子，你猜他啷个说？他说啊，那个小畜生此刻正在放肆。那个小畜生酒席都没办，已经开始放肆了。张哥，你们今晚上差不多了嘛？我明天早上还要卖面，不好意思啊。那要得，能够，我们也不要影响别人休息。来，我们干了，走了，干。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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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，慢点。我都不晓得我今天啷个那个倒霉啊，走到哪里都不顺，喝个酒还找别个邀出来了。你咋着，你盯着我。伟哥，我跟你说挺好，你有病。我是有病，我想起那个红面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你看你现在联想又丰富，情绪波动又那么大，充分证明你得了抑郁症，家里抑郁症。你开啥子国际玩笑呀？啊，我能得抑郁症吗？得抑郁症都是那些多愁善感的婆娘们得的。好好好好好，不说了，走，我送你到楼角。
听说他不办婚礼，你生气了，他过来跟你道歉，结果等等等，等睡着了。我跟老张喝酒去了。威哥，女儿不办婚礼嘛都不办嘛，你反应恁个大做啥子嘛？有些话呀，我不好给老张说，我怕臊皮，我跟你一个人说嘛。哎，他跟银结婚不办酒席，那是不是以后我死了，他连葬礼都不办嘛？哼，红事的时候，他都要找事情出头，那白事的话，他不更找理由给他不办了？哼，我想他还会过去的，他就那门那门，我死了话，他脚板心还不进上天的呀？你晓得夫妻能长久最大的原因啥子吗？最大的共同点都是懒，懒得生气，懒得换脚，懒得去惹对方生气。你呢，跟我们两个那都是懒到一块儿去了。哼，我多看好他们婚姻。老婆，你我说哈，你说的人是还是理由吧？你呀，你是见多识广。你这心里想咋子啊？你可以凶狠点，要出差呀！小声点，我已经闹心了。他的心里，他说要搬到去红庙那边去住。啥子？搬到红庙那里去住？当初他跟红庙耍朋友，我就不同意。哼，比红庙好的男娃儿多得很。我之所以同意他，就是因为红庙一个人在重庆，我就想找个上门女婿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明天再说。哦对了，明天我不在屋头，我去妈那边一趟。你在屋头嘛，态度还是好一点。红梅她不是外人，她是你女儿的老公，是你外孙的老汉儿。睡觉。晓得了。哎呀，两个银子在她手里，不服也不行呐。老师说你比妈妈在你这儿好看呢。是噻，你妈妈呀经常出差，她没得时间联系的。爷爷，你呀要长慢一点喽，这样子的话，爸爸才能一直给你数九九。嗯，放心嘛，爸爸，我才九岁嘞。嗯，乖乖乖乖乖。哪个扯个本儿？你舅舅是三岁的嘛？光茶，哎，谢谢爸爸。你看你那个头发又乱唧唧的。哎，注意一下形象噻！哪个跟你梳头？哎，老汉儿个人梳。你们那结婚呢？那个酒席不办也就不办了。爸爸今天有个事情跟你们说。你们还年轻，没得啥子生活经验的。我准备在你们婚后再帮你们一把。等你们娃儿长大了，上了小学，你们再搬出去住。我是个东北爷们儿，当上门女婿，你这样会让人瞧不起的吗？那是在重庆，又不是在东北，你不说哪个晓得嘛？不，你这不属于掩耳盗铃吗？既然能够那大家都退后一步，莹莹现在怀起娃儿的，你也没得照顾孕妇的经验的，莹莹每个星期在屋头住三天。三天呐？老妈，三天不得行吗？那是原则性的问题，不准讨价还价，那个事情就恁个定了。莹莹，送她走。天是不让我生气，住三天了，他把莹莹养那么大，你说走就走。Thank you.
们这才刚结婚就要分居啊。爸爸今天提出的不平等条约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我啷个说嘛，本来个不办婚礼都把老汉得罪了，我怎么能处处给他做对噻？爸爸就是太喜欢你了，我们都结婚了，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呀。真的，我老汉凶我还凶怪的时候，我跟你说你身上大了人猪一样，在重庆是行不通的。我现在就怀疑你会不会照顾我一个孕妇。他说不会照顾我就不会照顾啊？啊，人活二十届全靠懂得起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嗯。哎，我眼镜呢？哎，老二回来嘛？眼镜掉了。你妈妈怀你的时候，我就能够给她接孩子，这是重庆孕妇的正常待遇。莹莹每个星期在屋头待三天，伟哥哪点都不去，整天收到起莹莹都能够，伟哥还是觉得三天的时间一晃都过了。我看到宝宝在踢我个啊！哪里？在哪位置？我天哪，你懂哈？哎呦哎呦，那个毛毛力气还有点大呀。别动吧，我去开门。来了，董志真的不小哎。爸，我是来接莹莹的。干啥还来接莹莹？不能再晚了，十点了。十点还晚呢？不能再晚点，你们都已经睡了，你明天来接应不得行了？让他在屋头住一晚上不得行了？来早了挨骂，来晚了也挨骂。红明，快进来看，娃儿立姿太动了，摸一下。真的啊？真的，看摸哈。莹莹，我听一下，懂没得？懂没有？宝宝刚刚搬太凶，可能搬累了。哎，你不晓得哦，刚刚老汉为了听那个胎动哦，手头甩脱了。只可惜我错过了。你要想体验那种感觉的话，你可以来摸一下我的肚子。哎，从他在叽里咕噜的叫，动静啊，跟胎动差不多。哎，老汉。你说的哦，娃喉咙管呀又伸出爪子了。我给你做起那个鸡蛋羹，马上就好。哎呦，老汉，我想吃汉堡包，我好久没吃了哦。红明，去帮我买下吧。哎，爷爷，这么晚吃东西不好。你那都是懒，哪是莹莹想吃嘛？是莹莹肚子里头的宝宝想吃。张叔叔说了，莹莹现在吃的东西肉只会长在她身上，宝宝目前不需要太多营养。而且莹莹，等你生完宝宝过后减不下来，你会怨我的。伟哥，其实我觉得红明说的还是有道理。莹莹，老汉去给你买。莹莹，你长得再胖老汉都喜欢。爸，我去。还是我去吧。哎，爷爷，你也不能一直躺着去噻，你还是要活动活动。能够到客厅加哈儿，老汉那个手机那个支付东西。要得，来，哎，接着睡着去，动都不动，快，起来运动会。哎呦，把孩子穿进。爷爷，你加哈儿老汉那个手机那个支付东西哈。你稍微远一点，那个辐射对胎儿不好。哎，老汉，我想拉到你。慢点，我把眼镜带去。哎，老汉，你不是说不想学的吗？莹莹，
你们老汉儿是来给你找话题，你没看出来呀？来哈。来老汉儿，我先教你微信啷个支付红包和收红包嘛。哎，要得。啊，你先点开一个微信。啊，微信。啊，下面有个那个红包那个图标。红包。哎，点开然后。然后。红包。爷爷，啷个了？爷爷。爷爷。来，啷个了？突然肚子好痛啊！哪儿带哪儿带你去医院？赶快给我打电话！来，过来！啊，我去！哎呀，妈呀！没事，你三个都没事。妈，我不能去。没事。我要去，你等我。你不去，你都不能消去。我哪去了？哎，老张，情况啷个样嘛？哎，也没啥子大的问题的。他都是假性子宫收缩引起的子宫壁轻度不适。哎，那对婴儿和胎儿没得啥子问题噻？我确定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给妈发个微信，哎，免得她担心。哎呀，我人都黑死了。老婆，我跟你说了，没得啥事的，你放心嘛。一会儿啊，我就给你领回去了。啊，都能够。那要得嘛，我送你们。哎，好，走，走吧。回去过后啊，注意休息啊，不要太紧张，有啥子事呢都给我打电话。哎，你真是说谢谢了哦。哎呀，我这黑惨了，幸亏老汉儿还稳得起。啊，你老汉儿还稳得起？哼，我看他呀比任何人都紧张，你还有他那个外孙，我看他呀，哼，差点高血压都犯了。还是老张了解我，当时啊，我那个脚趾拇都抓紧了，哎呀，我又不好意思在你和你妈面前表露出来。我刚买完汉堡，妈就打电话让我来医院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晓得没事，正事不足，豆腐拌醋，正当云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闪舌子。云云得的是假性子宫收缩性引起的轻度不适。轻度啊，那还好那还好。说的轻巧，老狗登草。当时莹莹痛得脸都变形了，你又没得子宫，你没得发言权的。红棉儿，你把汉堡包给我嘛。哎，这个。冷了呀。哎，不是不是。你以前不是最喜欢这个口味吗？现在莹莹怀孕了，口味变化大了。我那天在屋头给他炖的西红柿圆子汤，他闻到头都要吐。不，就是说厕所在哪里？哦，厕所在前面直走，第二道拐。我不行，我不想闻那味道了。好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在你出来之前就已经消灭了。慢点。唉，这个当老公的哟，啥子都忙帮陪。过去过没得还没得那个当老汉的巴适。后面干脆啷个，你每周啊也回来住三天，啷个嘛可以了解胎儿的一举一动，对莹莹的身体状况呀也有个掌握噻。哎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保证你每天吃孕妇餐，不再吃那些洋垃圾了。哎，兄弟，那个我就要说你一句了，啊，我要是那么好的老丈人噻，晚上睡觉都要小心。我那个号称东北纯爷们的女婿啊，大男子主义严重得很。我让他住上门女婿，他还不愿意。哎，刚好他们帮我劝下他，劝下他。小学在重庆，真正的男子汉，那都是在外头喝酒划拳操社会，在屋头的话，当牛做马不嫌累。我看呐，那个叔叔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嗯，行，我先回去收拾东西，下周我就搬回来。哎，威哥心情大好，没想到在吃瓜群众的帮助下，大男子主义的红棉居然脱线了。为了表示欢迎的诚意，威哥亲自开车来接小两口回家住。哎，爸爸来了，快进来坐，进来坐。我就不进去了，你妈在屋头把饭菜都弄好了，等起的，我们拿起行李就走了啊。爸，我们还是决定不搬家。
莫喊老汉。妍妍，哪回事？爸，你不要喊我爸爸，我也不是你爸，我也没跟你说话，我在跟我女儿说。老汉，你看嘛，那天医院头那么多人都把红梅放起来噻，恁个才答应你。你搞些啥子事情？啊，我逼你了吧？我出钱出力出 DNA， 你还那门那门，还在我和女儿之间挑拨离间你。爸，是我跟莹莹说，其实我们做儿女的迟早都是要离开父母的，您不应该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寄托到莹莹身上，另外你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呀。哎，爸，对了，这本书上说了，说世间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，只有父爱和母爱那是为了分离。您看一下，你啥子意思啊？你那时候送我书，他说我没得文化吗？不是，莹莹，你都是恁个洗脑的吗？老汉，你看嘛，现在我结婚了噻，马上要当妈妈了，我想在做妈妈之前呢，跟红梅多点儿认识去。哎呀，老汉，我每个星期都会回来看你和妈妈的。真是有点打不中留啊。都说女儿是父亲的贴心小棉儿，魏国没有想到恁个快那件小棉儿都挂到了别个的衣柜里头。他开始找各种理由把莹莹喊回家，一会儿脑壳昏，一会儿高血压，那会儿又找了一个心理借口。爷，跟你说个事。嗯。我就不上去了，免得爸爸看见我又生气。我说你们两个，一个是重庆老板蛋，另外一个号称东北纯爷们，你啷个赌气些像两个婆娘家样？我现在挺起大个肚子，我照顾你那个情绪，我都照顾不到那个情绪，我凭啥子说要负罪嘛？好好好好，我上楼，我保证，爸说啥就是啥。那你要保持哈，你上去不准跟外国的螺丝翻起车哈。叔，慢点，慢点。房子卖了，跟我一起去养老院。啊！去走，我去弄饭哈。走，红梅。好嘛。爸。老汉。老汉，我都只听妈说你要去养老院，但是你要把房子也卖了哇？爸，你真的要去养老院呢？莹莹都已经结婚了，我还关东关西的咋子？省得你们讨厌我，而且也影响你们生活，免得你们小两口吵架过裂的。我去找个养老院，你们呢也图个清静，我呢也图个清闲。你硬是觉得我是劳累的命吧？硬是觉得我不会耍吗？那个理由够没错。红梅，我就看你良心回不回头。爸，我们不去这家养老院啊。还晓得挽留，也算有良心了。对女婿也不能要求太多。他们家收费不合理，我朋友张哥开了家养老院，条件还不错。要不然这样，咱们昨日不如撞日，今儿我就带您去看看。我跟莹莹私下里都说过，等我们老了以后也去他们家。走，你给我出去，出去。哎，爸，你别生气吧。哎，你把红梅拿去。拿去，给他送养老院去。我奶奶说啥子，他养老院都找不到。你老婆明不嘛你啊？找个啥子咯？
老虎，别说去养老虎，嗨，他都给我找都找好了，他巴不得我不走。我真的觉得你是更年轻了吗？我更年轻了，我看你还是更年轻。吃菜哈、哎，刘老经理，今儿啷个想起请张叔吃饭呢？张叔，我跟你说嘛，我老汉儿啊，他最近变得我都搞不懂他了，我妈都管不到他呀，他硬是想起出事一出的，最近还想把房子卖去养老院。哎，英英呐，你们老汉儿的心思越来越重了，我感觉。他倒不是真的想到养老院去，他只是想看你们的态度。你完蛋了！他不仅没劝老汉儿，他还去给我老汉儿推荐他们朋友的养老院。那无疑对你们老汉儿是双重打击。怪说不得哦，我妈说我老汉儿又淹了一头。对了，上次我跟你们老汉儿说了的，他得了那个嫁女儿抑郁症。嘿嘿，他还不相信。这是什么奇怪的病吗？啊，其实那个病呢也不奇怪，在很多独生子女家庭当中很常见，特别是那会儿女儿出了院，他那个当老汉儿觉得自己心头空落落的，又加上他爱女心切，那个嫁女儿抑郁症呢都表现得更加明显。都是。我小时候，我妈经常出差不在屋，是我老汉一手一脚把我盘大的。莹莹，我说句话，你不要多心啊。爸爸上次说去养老院是为了看我的态度，那这次会不会是他演的呀？张叔，你说那我们咋办呢？你们也不要太紧张。其实那个病呢。既不用吃药，也不用打针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边给他亲情，一边帮他找新的感情寄托。爷爷，爸得这个抑郁症，我有主要责任。我也觉得爸爸最近挺不对劲儿，我们一起帮他找回重庆老板凳的气势。哎呀，英姐，英姐，怎么了？英姐是不是要生了孩子？走走走，坐我的车，到医院，搞快点，走走走，慢点慢点慢点。你住啊！好疼啊！爸爸一会儿就来了。哎呀，好疼啊！张医生，啊，张哥，这是我还好久可以生了。嗨，你才开始痛，还早得很，不要着急。刚才我已经给你爸爸打了电话了，他马上就赶过来。哦，我还在那边去查个房。哈儿有啥子事情，你都喊我。好，啊，真的。哎呀，老汉儿。进去进去。慢点。这，坐，慢点。哎，是你呀、啊！好巧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和我们老公为了你们家庭和谐，还出了一份力，不会恁个快就搞忘了噻？哦，来，认识一下嘛，我叫冰冰。我是他老公，我叫小帅。我叫莹莹。啊，我叫洪明。莹莹，我跟你说，不要紧张，看嘛，我们那都是第二胎了。呸！我跟你说，你有啥子都问我哈。你们那第一胎呀、啊？第一胎没经验，加油噻！我们都二胎了哟。我也开始痛了。输！啊！不，没事噻。你不要每次震动时都扯头发嘛，扯都没得了。哎，算了，我去把作业收拾完了。对了，莹莹，那我们自费一个嘛，留个纪念。哎，对了，莹莹，
你那个二十四小时的孩儿啷个还没来呀？爸。哎，老二，你回来了吗？妈妈呀。啊，你妈她走得慢，她可能在慢慢爬楼梯，我先跑来了。哎呦，哎，张医生呢？爸，你别急，张医生说了，莹莹现在只是阵痛，离生还有一会儿呢。只是阵痛，是我的轻巧老根儿登错了。男孩儿两个爸，你咋的了？哎呀，我那点有点痛，刚才跑的时候就有点痛。你们老汉儿可能是看到你也痛，他也感同身受了哟。啊，是不是？这照你那么一说，我个人都被我个人所感动了呀。爷，妈妈来了。妈来了。爷，我一个，你平时在屋头风都吹得到，今天鬼都撵不到，我追都追不到你。女儿嘞？好久痛一半儿。大概十几分钟。哦，那还好，那还好。那我肯定今天晚上就生得出来了，还没着急。忍到点儿，忍到点儿，女儿嘞。哎呦，你啷个了嘛？你有点打麻子斗虫嘛？那还是因为我痛，他才痛。啊。哎呦。哎呦。那男孩还有点扯，怎么那么风痛？我，爸，我看你状态不对呀，我带你去检查一下吧。真痛了，家栋。你看他痛成这样了。走，爷，你不要到添乱了嘛！哎，那个金哥确诊了，你得的是急性阑尾炎，需要马上做手术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今天不做手术。那个阑尾炎呢，只能算是个小手术，不危险，但是拖不得。爸爸，你是不是担心莹莹啊？没事儿，莹莹那儿有张叔叔还有妈妈呢，你手术有我陪着你。大不了我楼上楼下多跑几趟。我稀罕你陪我。爸，是不是我笑声太大把你吵醒了？不是，是啥子？牙他倒了锅了，把我憋醒了。嗯呀，爸，莹莹生了，生个女儿，你看这照片。老弟，再累点咋子？你赶快去陪她噻。爸，我今天为了陪你和莹莹，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了。你咋子嘛？你有意见没？不是，我是想等你醒了。给您道个歉，以前都是我不理解你，现在我也有女儿了，我想以后万一她遇到我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也得怄气。爸，对不起啊。你要啷个说的话，我也应该给你道个歉。那天我不该缠你一儿子，对不起啊。爸。在我们东北有句话叫能动手尽量别吵吵，我就佩服你这种老板凳气质。你那是想表达一个啥子意思？我想说呀，以后莹莹还继续当您的贴心小棉袄，我呢当您的保暖皮夹克。你穿了个好，不怕我娶呀？快点，我再看看我的小乖乖呀。和莹莹小时候像不像？像，像。快吧，我终于有女儿了。哎呦，回来喽！哎，回来了！啊！看我今天钓了好大一条鱼。我好厉害啊！哎呦！打不打？爸，这么大的鱼，你在哪个鱼塘钓的呀？啥子鱼塘钓的？鱼塘那些鱼呀，都活在桌子的。
那个吊起好没得技术含量哦，我那个呀、啊、是一扯一条，一扯一条。我那个重庆老板凳啊，是在江里头吊。还是我爸厉害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天，说的那么扎劲，看来你那个嫁女抑郁症好得差不多了。老沈，我今天呢给你们做一条我拿手的好菜，酸菜鱼。要得噻，要得噻，我喉咙根都是抓着了。爸，你能不能把你那个酸菜鱼也教我也做一做呀？免得以后我跟莹莹自己在家的时候，她想吃喉咙管又伸爪爪。丫的丫的，我好好教你哈，酸菜鱼还是有讲究的。你为啥要关窗户？我看到你的时候啊，你在给莹莹姑下来挤艾的。你一看到有人来了以后啊，你马上加把意思说找隐形眼镜。这个都被您看出来了。我关那个窗户嘛，还不是怕邻居看到你一个东北葱爷们进厨房。我给你留点时间，缓冲一下你那个大男子主义。爸，我和莹莹还有宝宝。回来住，不知道会不会嫌弃我们麻烦。嫌我？你们现在呀、啊，我正要跟你说的都是那个事情。以后每个星期啊，回来住五天，过空两天，那两天的时间呢，我给我安排。我的妈呀，说的多。儿孙的事啊，不要管那么多，那样会给儿孙还有我们带来很多负担。我现在的思想啊，也要与时共进，